这位同学是从国内来的，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畜生念佛容易摄心，但在习气时，声音会变得很小，这样摄耳谛听，时而能听到，时而听不到。虽然说可以去听心中升起的佛号，但也容易受其扰乱。请问老法师有没有好办法？古来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念佛方法，许许多多人呢都学习，很有效果。这个方法的佛号从心生的，我们常讲心里头要有佛啊，这个是真正是根，口里面念出来，耳听进去啊，听自己念的这个佛号声音，容易摄心啊，就是什么摄心，就是不打妄想。你看很多人口念弥陀心灿烂啊，口里念着佛还有胡思乱想啊，这个叫不能摄心啊，这是把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古大德所谓口念弥陀心灿烂，寒破喉咙也枉然啊，所有一切法门，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道门径的啊，修什么呢？通通修清净心啊，这个一定要懂得。所以佛在般若经才讲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方法虽然不同，通通要把心念到清净。就是念到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那就叫一心不乱。啊，还有分别执着，没有到这个功夫。偶然达到这个境界了，不能够持久，啊，这叫功夫成片，啊，就功夫断断续续的。再加工用恨的时候，才能把烦恼先扶住，妄想分别执着扶住，并没有断。但是这个境界呢，就决定可以往生。你念佛的功夫扶得住了，要是断掉的话，那当然那功夫就高了。能把这个烦恼习气断掉，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再同居土了。在方便有余土，在时报庄严土，那就高了啊！所以那个是很难达到。可是这功夫成片呢，我们一般人要真正对于世间啊，我常讲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能够放得下，人人都可以做到。所以祖师讲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是有道理。这个话不是假话啊！你去不了呢，是因为你对于世缘放不下啊，一定要放下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叫做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啊。他老人家的官房，苏州人面寺。你们到国内观光旅游啊，可以到那边去看看。印光大师当年在世，他这个小官房很小。小佛堂里面就是供的一尊阿弥陀佛像，就一尊，观音是指都没有，一个香炉，一个供杯，一杯水，很简单。
佛像后面呢贴了一个大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死字。你要想到我要死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哪样东西你能带去？这个是念佛功夫得力的秘诀，很好的办法。我在澳洲的佛堂跟在这个新加坡的佛堂啊，也挂了一个十字。常常想到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把这个事情当作旅馆来住。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家，这是我所有的。你一所有啊，西方世界就去不了了。我这里什么都没有。用的东西可以用，心里就不要有，这是我的，那就坏了。那就走不了了。这个道场是我的。死了以后怎么办？这个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你到这个天来的时候往生，你得不到人身。可是有老鼠，有蟑螂，那你投胎就变成了是你的，你不离开这个道场啊，那麻烦多大啊！人不可以有嗜好啊，什么都得放下啊。喜欢经书的，将来死了以后，经书里头有蛀虫啊，还是会变那个东西。他是喜欢他吗？离不开吗？你是就多麻烦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连佛法都不能贪着啊，何况世间法？要舍得干净啊！清净心就是佛心，清净心就是法心，这个要懂。”发心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自自然然的流露啊！前年我写了一个短的对联。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整个宇宙，一切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丝毫分别都没有所以爱心是清净的，是真诚的，是平等的，没有丝毫差别可是在事上呢，事上还是不平等。那什么不过什么不平等？语言不一样语言不相同啊，随缘而不攀缘嘛理上心上绝对平等没有一丝毫痕迹所以这个摄心念佛，声音大小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真正自己能得清净心，以这个为原则别人用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我，我的方法也不一定适合别人，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法没有定法，念佛也没有定法最重要的心念心一心细念，这个重要，这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
那么你还是受外面干扰，那就还是放不下啊。干扰是什么？因为你自己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你才会受人干扰啊。如果你把这个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别人干扰的时候，你就不会受，你还会受。总而言之，你还没有放下啊，也能够提醒自己警觉性，我的功夫还不够。